嗨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来玩小猪佩奇的新玩具，我们把玩具拿出来吧。这辆是佩奇的工程车，我们再把佩奇拿出来。这是小猪佩奇，佩奇戴着一顶工程帽子。我们让佩奇来驾驶这辆工程车吧。我们再让苏西跟着上车。我们再让佩奇下车吧。佩奇回到家了，我们让他下车吧。我们让佩奇上床休息一下。佩奇很累很累了，还有小羊苏西，我们让他也下车吧。我们让苏西从这里上去休息一下。